好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好几辆的消防车出动，就是因为晚间九点半左右，在基隆市成功二路有一栋大楼的停车塔发电机疑似发电机过热，传出阵阵的浓烟，这也让救护车赶紧前往现场，带你来看。确切的造成原因仍在厘清，不过目前可以看到已经封路，所幸没有传出伤亡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